快乐的时光总是来得非常快，又到了中职五大好球的吸金时光。如果不说，小编还以为忘了换影片。视野怎么办到每周都有一颗一模一样的好球？从那起跑到最后是连空间的距离是很长的。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。小白球努力的想逃离内野防区，看到林玉泉在前面阻挡，灵机一动向上一飞，不过还是难逃林玉泉的五指山。吴杰瑞自球阿大力失足，飞得又快又远，可是对蓝银轮来说是问题吗？蓝眼人的眼睛果然不一样，早早就锁定球的落点，但厉害的是能用最极限的伸展接住这颗球。以前有圣龟连线，现在改换强悍连线。首先我们来看看张志强，左晃晃右跑跑，最后惊险的接住飞球，但当然不可能这样就入选好球了，好戏还在后头。有什么比直传本垒刺杀跑者更精彩的呢？两个也让富邦悍将最后没有能够得分。都说强悍连线了，怎么能少了陈伟汉？大师兄都做机会给小老弟表现了，陈伟汉当然要秀一手，展现超强的背力。不知道是不是背力太强，后坐力太猛，大家有没有发现陈伟汉传出球后感觉整个人都往后飞了？现在的电影电动都流行有彩蛋，中职好球也来一下，恰哥示范什么叫用头脑打球，展现了一记敌不动我不动，沉着应对，稳稳上垒，避免双杀。恰哥真的是实力与智慧兼具，为了要跟恰哥一样，小编要去 K 书练球。我们下周中职五大好球再见喽，拜拜。